灰山河为事，水浒传，则不禁当家无暇。一代花魁艺妓，演的风流天子杨丽媛，门里骚客，官宦权贵，草翁莺何竞折腰，风尘世界，独与书生相恋相惜，演绎生死不渝的凄美爱情。山河破碎，却有丝如不忘的家国情怀，带起连绵的狂海悲歌。讲述不同于配角的雅思小说家言的李思思，专注广告登天传奇故事，李思思将你播出。向宋徽宗求情之路不同，李思思只能另辟蹊径。玉帝上情登天传奇故事，李思思第31集《柳暗花明》马上开讲。清了红中夹骨流中，乱世里的血泪飞扬。长篇人物传奇故事，李思思第31集《柳暗花明》。为了国舅刘江吕公子，李思思想要向宋徽宗求情。这点水夫高俅热爱的人，是京上来水行楼行台一个侠客。代推就办案罗先生，李思思向伊请教西施寡妇的老师级的好朋友。宋徽宗早已经得到情报啊，这点水夫了着一个叛军方腊，派来自山东灵山宴请谈判结盟的代表，地点就是踮着水行楼，也着。那么李思思今天要为这个人求情，宋徽宗未去想说这个人跟李思思有什么特殊的关系，充其量就是亲像宋徽宗还是其他跩来水行楼找问路这款利益呢。但是宋徽宗的略条略带以这个皇帝上官对吕献娥徐温总是居高临下，因所夺的呢是享受，红的是反被利用，所以呢，侯将的边非强干，都不允许干预调整。李思思算是另外一个特殊的例咯，因为李思思的眼睛啊是表情。啊，看到李思思的混账，宋徽宗对燕青是格外温室，所以才写张瞎子图样。这摆李思思有个得寸进尺，为这个不相干的政治犯来跟我皇帝面头前说情，那么你得到什么好处？竟然想要利用我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？宋徽宗这阵想了哦，一笔钱煞真袂从心，面对笑容，真过收起来，夹啊真严肃。看见李思思无做无声，宋徽宗就说了：“你知影外面的人怎啊议论你？”宋徽宗这阵无称李思思爱卿哦，你直接说你。宋徽宗快！李思思无应啊，因为摇头哦，表示是茫然，唔知半项啊。宋徽宗就说咯：“外面真侪人说，你敢于调整，甲江南山东任何反贼都皆有瓜葛。”李思思听了大吃一惊，此事非同小可啊！心里想说：“我打不进，我向皇上辩解啊！”一时哦，这个面哦，夹夹结青红。宋徽宗看见李思思花容失色，不能说，说都唔敢咧，啊就换另外一个口气咯。再流言蜚语，点动人，唔相信。不过以后你也是要注意外面的大事，你唔通加插，阿托你袂哦。未插你，才会让人设三度四，点
阿皮东，我为难啊。宋徽宗在话，两重大义，看起来亲像心念关怀，实际上是分贴甲顾忌。你是不是听见宋徽宗安尼说在话啊？态度果是安尼啊？怎个骂一声，怎个哭出来？怎个哭哦？是女性的武器啊！特别是种年轻、搁标致的女性，伊哭出来每一粒的目屎，都袂输一粒青枝，以柔克刚，无往理不行。宋徽宗看李世杰哭的目屎就流了，先刷一扔俩，反倒来安慰李世杰，是百般的劝慰。李世杰连劝劝未煞，愈哭愈伤心了。算是假哭了，对付宋徽宗啊！但是哭一场哦，想起无法能救出吕公子，脱离险境，命在旦夕。假哭，煞变了真哭，将内心的这个悲痛、甲委屈，尽情的哭出来。唔知哭去偌久了，即阵啊，觉得啥物有人哦，伫咧搭伊拳头。啊，李世杰想说是宋徽宗伫咧搭伊拳头呢。姚姐唔理睬呀，只听见有人说：“姑娘，姑娘，万岁爷去了。”是阿权雄鹰的声势哟。李世杰这阵哦，已经也靠阿无目屎了，才举起头来。阿权难离家内面堂堂，尊命军托于水面。李世杰面色的才冷静落来，想想呢。宋徽宗乘兴而来，这百姓离去，皇帝这条路看官哦是太死路，那个有其他什么门路通行？求情之路不同，李世杰心如死灰，但是只要有一线希望，就绝不能坐以待毙。山河为势，水火乱，则不尽当家无暇。一代花魁艺妓，演得风流天姿动人寰。文人骚客，官宦权贵，草翁莺何竞折腰。风尘世界，独与书生相恋相惜，演绎生死不渝的凄美爱情。山河破碎，却有丝如不忘的家国情怀，带给人民的慷慨悲歌。感受不同于配角雅思小说大典的李世杰，专注讲古长篇传奇故事，李世杰将要播出。各位兄弟，李世杰为了救刘琼，去策划达官救人，无路用；策皇帝求情，也无路用；官方接了门路，他是此路不通。那么就要行民间的门路，以上。民间的门路，那么就要靠吕将来配合咯。对，我先来去探监，一人私娘，唔得两人主意。李世杰打通了点水夫薄杀晒孙良的这道关节，钱刚碎落去。孙良一来看到钱的混境，二来看到人的面境，就安尼带李世杰哦去探一摆监。典水夫将这个案情上报调停，调停将这个案情交到出面人去处理。刘琼被文成死罪拍入死囚牢，连何人都无力回天。那么李世杰即摆去探监，等于是跟刘琼见最后一面，生离死别，情何以堪啊？那不是说这个男女甲雄鹰？刚一插了哦，李世杰当场将昏死去。从此了后，李世杰昏昏沉沉倒伫床里，形容憔悴啊。加上连日传来官方消息，说山东梁山被解救太守张叔呀，率官兵团团围住，
总共带领正兄弟全部投降。江南方腊失去明军的呼应，杭州坚持不住，已经退兵前往睦州。谢高掠宝，围剿余定，拽小心。对李师师来说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李师师几乎是哦，是精神崩溃。姑娘啊，姑娘啊，你精神啦、啊，我有话要说啊。李师师听出是伊的感变，响应的声音，是虾米代志啊？李师，我有听见。李师师平时哦，对贴身阿权啊。雄英甲兰尼真好，因对李师师也是也真心，名小的主播，实际上我那就是急了。李师师无病调病，患的是心病。这个李妈咪，李妈咪当年不时的来关心吗？伊想说无病就好了，但那个得名姓吕的，头壳一骨都说落对了，断了李师师的休息。方向阁加来几转，李师师的精神自然哦就会沉沦，会严硬起来。这是万岁啊！这抓久哪无来啊？唔知是咧欺李师师，还是国事繁忙，老心哦，我着来去设法，将万岁啊透露一点啊消息，说师师伫咧。想念皇上，都想我给低修息变了。万岁爷就会过来追行楼，万岁爷那一来的万事大吉，对，就行就来去。老身我前文开头死，无惊车无鬼通来话无。你妈咪想的啊，伊是自身的利益，你雄鹰甲兰尼这两个贴心的阿官，照真心实意哦咧推理事是着急。人说有的时阵哦，急中时的生地难，两个阿款私卡起起处处，却突然想出了一个野大胆的计策来。雄鹰下了最大的决心，一个面夹个个王公公，细细声讲李师师说：“姑娘啊，我一个男朋友。”李师师听了感觉真惊奇啊！啊，你有男朋友了？恭喜恭喜！什么时阵要成亲？你一定要跟我说，我跟你比班结证，形式无了，一字也未不一话呢。你是阿那，是罪人讲恁绝合的啊！需要我从中帮助什么？你尽管说，我一定哦，尽量去做。形式不是的啊，姑娘啊，我是雄鹰拍的李师师喜牙边哦。说出伊甲兰尼两个人三甲拍算一个假侠，李师师听了真激动，但是头家一定要说袂做哩，袂做太危险，太危险了。雄鹰说：“啊，够较危险嘛，就去做。为了救出吕公子啊，逐日咱去冒这个险嘛。”李师师太危险，我无同意，则唔通为了救这个吕公子。反倒搭上你男朋友一条性命，咱就另外搁再想别的办法。雄鹰说：“啊，都什么事做了啊？咱也搁什么别的办法通想啊？”雄鹰甲兰尼人跪落去，讲李师师说：“大胆去救吕公子，才有命；无冒险去救吕公子，就无命了。”这两个查某敢会想出什么好办法啦？下一集无？咱再过来讲煞落去，再见。贴身阿环雄鹰到底有何九零妙计？欲知详情，敬请关注《长篇传奇故事》李师师第32集《雄鹰断林》。